搁这搁地方。今天又裹宝肉，拍号了，号就没吃了，赶紧投吃两块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等你舔舔和我冷战，给你来点芥末尝尝。姐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看媳妇吃的还挺香。姐妹们，我吃的这个是玉道家的酸辣粉，他家的酸辣粉呢是纯红薯粉做的，里面是一包粉六包料，配料很足，开水冲泡就可以，吃起来是酸酸辣辣，爽滑筋道，非常过瘾。最主要是价格也划算，这一口呢还不到4块钱的价格，我把它挂到了视频下方的小黄车，想吃的姐妹们赶紧去搂一单吧。你别笑，哎呦我的妈。趁老婆没来给他加点猛料，让他也尝尝芥末的味道。这家伙够狠的呀，放了这么多，待会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吃饭。哎，媳妇，我拿饼啊。我一个不用吃。哎，老公，嗯，我刚做好的肉我忘拿了，这厨房你去拿去。哎，肉啊。别砍老公，赶紧把病换一下。哎，又不倒了。
哎，姐，那牌不还有一张饼吗？我忘了。大爷一张。好。行。啊，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搁这个地方，别偷吃啊！不偷吃才怪你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吃完了几爪，再给你加点白醋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，这么帅！坏了吗？这你别笑。再尝一下。哎呦，这么帅！看来鸡爪是坏了，我还是吃点米饭和蒜吧。老婆吃的这是啥呀？看起来还挺香。这家伙看来是馋了。姐妹们，我吃的这个糯米笋呢是星满独家的糯米笋，他家的糯米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，只有竹笋、饮用水和食用盐，然后采用的都是笋尖的那个部分，所以说吃起来非常的嫩，非常的脆，可以炒着吃，可以凉拌吃，可以煲汤吃，又嫩又脆，非常好吃。我把它挂到了视频下方的小黄车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赶紧去溜一单吧。还别说，这东西还真是好吃。坏了，不吃我吃。哎呦我的妈！搁这个地啊！不行，万一老婆偷吃怎么办？我得藏起来。这家伙藏的可真够严实啊！不过还是难不到我。真我得检查一下，完好无损，这我就放心了。
笑！哎呦我的妈！滚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小周啊，来呀！别玩了，你吃饭。嗯，这俩昨天送两个馒头吗？可以了。剩的馒头你怎么来吃呢？你吃饼吃饼啊，景老公心里做的啊，馒头给老公吃啊。奇怪，老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关心人呢？孩子觉得不对劲，老公，我想吃点腊肉串，你给我拿点串去呗。好。这家伙果然藏肉了。让你吃独食，今天把你的扣肉都吃光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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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笑。老公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嗯，吃饱了。我的扣肉啊，肉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滚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居然背着我尝鸡蛋，看我怎么吃你！完了。
这次又给我换了，我得赶紧换回来。行车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挺丰盛的，油炸到河粉，哎，长胖，等等啊。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一个？完了，又上当了。老公吃饭了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，快吃饭。这么感觉哪里不对呢？老公，再给我倒点水，你有点干了，再倒点水。果然给我换了。你不准备害我打仗了吗？啊！出来找人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什么玩意儿？大圣邪这啊！你以后要自个照顾自己啊！你自个照顾波斯鲶鱼，我这边鲶鱼给你钱。哪个玩意儿？你哪个套路？